你好，下午4:03，人间有爱心，处处见温情。刚刚记者这个腿呀，帮不上去，碰到三个高中同学，稻香家子的同学，他帮我两个人帮我把腿抬到上面，非常感恩，也非常感谢这三位善心的同学。我们常常人是到哪里处处都不方便。所以说呢，那么我记者呢决定成立我个人名义啊，先成立一个燕国龙爱心慈善联谊会。燕国龙慈善爱心联谊会，当然是我是环球邮报的啊，那么我就来专门用我个人名义来帮助一些弱势的人啊。以后我们帮助任何人，我们每个活动拍照啊，然后大家如果说有规模更大的时候，我也举行大家来共同共襄盛举，一同募款来帮忙这些弱势的人。我专门帮忙老人跟残障的人。